离火九运哈，连走二十年，接下来二十年呢，哈，是命理跟身心灵啊最蓬勃发展的二十年。他被人家问到，老师，你觉得我适合当命理师吗？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哈，从去年年底啊，哈，整个命理圈啊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啊，接下来呢，哦，是离火九运哦，连走二十年的。大运的这个离火九运的年份齁，几乎是各流派啊各个老师啊齁共通的论点都是啊，接下来二十年呢齁是命理跟身心灵啊最蓬勃发展的二十年。准备初阶班正式开班了。我们是唯一啊有得到劳动局人才培训机构认证的教学机构。课程内容包含教学的方式都是非常严谨有结构的。从基础的原理带你呢可以自己掌握紫微斗数。我们有完整的一个助教团陪着你一起伴读，陪着你一起做作业，陪着你一起做笔记。在美国的学生呢因为有时差的关系，我们也会配美国的助教给你。所有上课的课程内容呢我们影片都会保留，你都可以做课后的复习。并且呢我们会组建一个讨论群，有什么问题呢你也可以放在群里面，老师也会回应。我们有完整的教材，对于命理有兴趣的朋友，你希望很完整的呢学会紫微斗数，甚至你已经开业很久了，别的命理师客人只要走进门他大概就知道他要问什么了，甚至连生辰八字都不需要，这些高阶的技巧在我们的课程里面通通都有，即将开课了，欢迎大家来报名。所以我们要讲一下哈，这个三元九运啊，它其实是古人在观察自然环境跟社会人文，它彼此交错重叠出来产生的一个对人世间的影响。譬如说现在的政治清明，但是呢今年逢干旱，它比较容易撑得过去。可是呢，如果现在呢贪污腐败，而今年逢干旱，那这个国家可能要灭亡。好，基本上他用这样子的逻辑来去推论。这个三元九运啊你最后会怎么走，那到了最后一个九运离火运的时候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讲这个离火运呢，讲的都是身心灵跟命理，当然就是因为啊当你走到最后一个九运的时候啊，人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非常文明啊各方设度各方面啊都很成熟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想要往心灵的路线去成长，往心灵的路线去追求。那这中间当然也包含了命理，我想要知道我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火在五行里面唯一没有实质的摸得到看得到或可以拿起来的东西，所以呢火会被视为是无形的东西，那也是为什么被视为是身心灵的原因，因为那个是一个虚空的一些对我们心灵有帮助的一些事情。所以呢不否认这个接下来二十年确实身心灵圈命理圈宗教圈会是大爆发。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啊我们在讲说每一个运势的转换的时候啊，它都不会在转进去的时候才开始，它一定前面就在酝酿。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从20年开始啊，这个状况就已经开始在出现了。那从24年进入那个离火九运的时候呢，它就会更明确。好，那一路走20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很多人会觉得说，因为我也上了很多课，然后我想要追求我的心灵，然后上流课，上完之后呢我看到说，诶，我上课的老师他那个受学生的崇拜，然后呢收入好像也不错，好像也不太需要去受到上班老板的荼毒啊，生活很自由自在，而且地位崇高，会不会有一天我也可以跟他一样，或者是诶我自己在受到这些身心灵的工具帮助之后呢我觉得很好，那我也希望想要去帮助别人，我可以兼差斜杠来去帮助别人，多增加一份收入。更何况大家都说了嘛，未来二十年是这个身心灵跟命理产业大爆发的年代。我相信我们的网友里面有很多人，你们现在已经是命理师了，你们现在已经是身心老师，甚至你们现在准备开始要进入这一行。我之前就预告过了嘛，齁，我在三月份呢即将出版八九年来齁一些很特殊的案例，一般的解盘都是只有看盘然后来解释事情。可是这次我们会加上故事来让大家知道说啊真实的情况跟盘的迹象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组合它，然后怎么去分析它。那本书呢讲的是告诉大家说，如果你要变成是一个身心老师你到底该要这么做。在讨论这些议题的时候呢，我自己的学生啊网友也好，我常被人家问到，老师你觉得我适合当命理师吗？老师你觉得啊我适合当身心老师吗？甚至我们会在各命理社团里面也听到人家这样子问。这边我必须要说，任何利用贩售专业或者是利用专业来服务人群的工作者，他的第一个前提都是啊你学的东西啊要是正确的，然后你学的东西要够好才有办法做。因为如果说你学的东西其实呢，尤其是那种上个三天课然后就可以拿到证书的，然后上个一个下午就可以拿到证照这种，我们先不管它对或是不对，就算它是对的好了，你想想看
这么短时间学得会的东西，那很自然而然它能够产生出来的功能性一定就会低很多嘛。那功能性低的东西，你去想它的市场接受度会有多高，所以一定会就是越短的嘛。你越深厚越难的东西，学完之后能够贩售也是越多。好，所以第一个你要考虑你的工具到底是什么，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可长可久的一个工具，还是你只是听说了好像这个工具很好，好像国外的大师很厉害，国外大师很厉害那可能是包装出来的，那可能是营销创造出来的，你不见得是啊。好，我们在产业界很常听很多他去上一堂20000块的课10万块的课，上一上呢老师说哇那给你当证书，你以后也可以当大师，结果呢他回来想说哎，我的老师6个小时一堂课20000，那我不用那么多啊，我6个小时一堂课6000就好了，赫然发现6000你也收不到学生，我的老师算一张盘20000人民币，我不用多啊，我算2000人民币就好了，你会发现哎，也是没有客人。好，所以呢我觉得首先你必须要先清楚知道你学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还是这不过是话术包装出来的事情而已。那第二点才是来看自己的命盘。好，那自己的命盘上面呢，好像目前以我们学会来讲，我们学会开业到现在啊，我们累积的学生人次啊，大概已经20000人了，你可以想象大概斗数盘的绝大多数排列组合它都已经有了，所以你说到底哪一张盘适合来当命理师或身心的老师，就我们的角度来看其实每一张盘都可以，问题是你从什么角度去做这些服务，那你要斜杠到底知道怎么斜杠，讨论其实是这个事情。那当然传统上面我们常会被人家问到说啊，我的那个官禄宫或命宫符合书上所讲的太阴文曲为九流术士嘛，还在跟大家讲一下，九流术士不是那个术士第九流很烂，他就是术士，只不过呢古代呢在九流十家里面排名第9个这样子而已。所以我是不是要太阴文曲在命财官才叫做适合来当命理师，或者是说呢天巫跟华盖这种小的星耀呢代表宗教的星耀，天良星代表宗教的星耀，我是不是应该要放在我的命财官我才适合做这一行呢，或者说贪狼星是宗教星，我一样我贪狼星要在命财官我才适合做这一行呢，其实啊这个其实都是偏颇的论法，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你常读了一半忘记了另外一半，这些其实指的都是你适合跟你有条件，但是并不等于不是这样别人就不行，不是这个意思哦。就好像之前大家在讲说那个马斯克他是积月同梁格，积月同梁为利人不可能成为世界首富，笑死人了，清末明初世界首富就是一个官，那就是利人啊，不是吗？盛怀轩他就是个官啊，李鸿章的账方他死的时候他的财产啊是美国首富的5倍，那个其实就是误解了，他为利人不表示说他不能够从商，只是说他适合做这件事情，我适合当命理师不表示我不能做文业牛郎，对不对？觉得我不适合的你也不用留言来骂我啦，反正我现在是命理师。其实这个是我们在逻辑上一个错误的观点，所以没有错，书上写的东西只能代表说 你喜欢这类的事情，你比别人更容易接触到，你接触到之后你会更有兴趣，但是不等于只有这些人可以当命理师，可以当成心理老师，可以去斜杠，不是这样子的。反而是我们要想的是说啊，你自己的个性适合做什么事情。同样的命理师，有人呢很擅长啊跟人家聊天，在咨询的过程中间可以给别人很大的安慰，这个比准度还重要。讲准很简单啊，只要在我们这边上课认真好好开个1年啊，你大概都会准。同样的准度，我也看得出来你要离婚了，他也看出来你要离婚了，可是对于命主来讲，谁要只看你要离婚啊？就好像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跟我讲说你得肝癌，你得糖尿病，我需不需要知道这个我当然需要啊，因为我可能本来不知道，可是我一旦知道以后，然后呢我的重点是然后啊，我今天要离婚了，老师很厉害算准了你要离婚，老公外面有女人，然后呢，然后到底要干嘛，这个才是重点嘛。到底这个命理师或者这个身心老师是可以给予个案真正的温暖改变的方法，还是说要去抓奸什么时候抓，这个才是重点就你的路线到底适合的是哪一种。原则上呢谁都可以适合，但当然学习上来讲有某一些星曜，比如说天机系的、武曲贪狼系的、太阴系的这一卦的人呢，基本上在学习的过程中间他当然相对吃香，天良的也是啊，当然相对吃香，可是适不适合做呢，其实要看的是你自己觉得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师这个才是重点。如果是你觉得你就是很想要普度众生，然后你愿意好好跟人家聊天，你在从事这一行的时候你就要把重心放在陪伴上面嘛。那像我啊，
我就是一个不爱算命啊，我也不喜欢好好跟人家聊天的人啊。那我就研究好学理，我来教课，因为学生不会来跟我聊天。对，学生下课就赶快跑回家了。好，那我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找到自己适合的跟想要的方式啊，你知道找到了之后呢，应该人人啊都可以在身心灵产业或者在命理圈里面呢占有一席之地。所以重点是你要能够去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方式。我是大业，嗨！本来我在学习命理的这件事情很单纯哦，我不想花很多的钱来去找老师算命哦。在这过程当中呢，却发生了就是必须要面临人生抉择点的 COVID 疫情哦。对于一辈子待在旅游业的中年人来说，你突然要他转换跑道，其实真的是有些难度哦。半年内即将花光了存款。没车没房，没有原生家庭的后援，我要活下去，对我来说就是迫在眉梢的事。虽然旅游业跟身心灵是完全不同的产业，但其实他们还是有共同点的哦，因为对象都是人，而我将来的收入来源呢，就是广大的人类同胞。有上过大根老师课的同学，就一定听过他的过来人建议哦，方式很多。如果你很有勇气，那么你可以到各大社团社群去挑战，很快的就可以一战成名哦。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努力帮人算命，像是参加各种公益论命社团啊，或者是自己弄个粉丝团。如果你是学会的学生，其实你甚至可以考虑比如说助教啊、师资培训等等，方式当然是百百种哦。但是有个中心的建议，一定要找一种是自己很有兴趣而且愿意持之以恒做下去的方式。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触可及的，但是只要愿意持之以恒，至少在身心灵产业里面一定能开创出属于你自己的一片天。